尋日講到咩個嗰條私下佢嘅學校書記兼會計員劉玉梅，好繼續。到底呢個受到家長敬尊敬啊，學生擁戴，賢妻子孝嘅王校長，點解要犧牲自己名譽掃地嘅嘢，將呢個女下屬置諸於死地，甚至毀屍滅跡？當中涉及咗咩恩怨情仇？係一時之氣，或者係純粹自衛？一切一切都係可以由兩個人嘅背景同經歷講起啊！王校長育有兒女啊，係一位深受自己妻子心愛嘅丈夫。在他細路仔嗰時已經經歷過戰後的蕭條，受過教育，受過教會的經濟援助，因而感謝教會所發展而信仰基督，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。牧愛小學亦都是教會學校，由30年前創校開始，王某就開始擔任校長。在他悉心經營之下，這個小學，這間小學不單止步入軌道，後期還成為區內的著名小學，街坊踴躍替孩子報名，學位一直供不應求。學校踏上成功之路，勞心勞力的王校長自然功不可沒。可惜的是，在他應該功成身退之時，他就因為覺得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，在貪念之下，對學校的各項入息開始虎視眈眈，因而將自己付了多年的努力的建立出來的形象毀於一旦。根據王校長在警署的口述所說，第一次的貪念起源在1990年，在學校登記費內拿了幾千元走。這件事是學校的會計員劉玉梅揭發的，王校長更加想用錢來引誘他的會計員劉玉梅一起在上面做手腳，即大家一起找，你就不要爆出去。於是會計的做數，校長就簽名確認，兩個人違背良奸，神不知鬼不覺將校董會的人蒙在鼓裡。劉玉梅在小學服務了超過20年，丈夫姓周，經營運輸生意，有3名10多歲的女，其中兩個女亦都是讀這一間牧愛小學的。根據劉嘅同事，呢個會計員嘅同事所講啊，佢性格溫文文靜啊，人緣甚佳，先至41歲就慘遭毒手，離開咗温暖嘅家庭，3名女兒亦都冇咗媽媽，認識佢嘅人啊，都戥佢十分之唔抵同埋惋惜。究竟騙財嘅事件啊，究竟係呃咗幾多錢咧？黃某聲稱3年間呃咗嘅錢啊，大約有80000元。他自己佔20%，劉容梅就佔80%。但根據家長所說，學校經常舉行各種捐款，即募捐捐款，但就下落不明。加上黃某所騙的項目，包括校車費、樓位費，數目估計高達100多萬，而跟他所說的數目還差很遠。所謂的樓位費是一種學校收身報名的項目，在這間小學報名的人遠遠超過學位的供應，家長們都會為他們的子女的位而預留，而報名交留位費留住個位，雖然不一定拿得到學位，但都必須要交錢才行。所以作為學校的考慮，這些錢都是一些很好賺的錢，因為他們不論收不收錄，這些錢都是不會退還。家長們報名多數都是給現金的，100多元的留位費，還有校車費，亦都是現金居多，集腋成裘，看著這些一疊疊花碌碌的錢燃燒了起這一個王校長的貪念。這一些鈔票最終入了王劉兩個人的袋裡面，是多不勝數，不計其數。好，先說這麼多先。一日再講咩？年少唔會放棄毒奶，佢會害死嗰人。